料啊，就是这个了。L'Oreal 新推出的产品，一打开就可以看到了，这个牛油纸上面有这么多花花，是因为它以花作为色调创作灵感的花样轻唇膏，一共有10个颜色选择，其中三支在率先售卖的地区相当之受欢迎，分别有甜美可爱的702 Kissable Pink， 热情活泼的707 Kissable Coral， 性感优雅的708 Kissable Red。它受歡迎的是不單止它顏色多，又或者它顏色靚那麼簡單，還因為它質感很輕盈，但是又提供到很足夠的滋潤度，而顯色效果就好像唇膏一樣那麼飽滿，就不會好像一般的有色潤唇膏那樣，它提供到滋潤度，但是就不夠顯氣色，所以它是夏日的唇色產品好選擇。講到夏日唇色，我有個小貼士，就是這支唇膏的管軸設計的大小剛剛好一圈就可以填充到你的雙唇，不刻意做出唇形在夏天就會來得更加自然。但如果你想突出性感的雙唇，可以在唇山的位置弧度提升就可以了。希望你喜歡我這次的介紹，拜拜。